那你也晓得把牌牌带起哈。哎呀，他老板是真的来不聪明，不是生的那么聪明，你想。北京不是一样就坏了吗？我是一个女人做的，如果真系杀咗人，妹妹，你去哪儿？你去开会去了？最主要就是皇后被杀的时候，南京在家。哦。